我去。朋友们，他张嘴那一瞬间，我以为他吐出来的是啥？这个合成粮跟糊糊混合在一起，简直惨念。现在他一边颊囊是满的，另一边刚刚吐空了，以至于看起来就是一个大小脸，十分的滑稽。我们差不多可以放他回去了，不然我感觉到好像又要……我去，大哥，别！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记得投币、收藏、点赞，并且关注哦。我是走南，我们下期见喽，拜拜。